担任好姐妹 Ella 伴娘的 Hebe 和伴郎清风各以白色小洋装与正式西装登场。秦风难得如此震惊，害羞地说献上自己的第一次。提笔尖笑，大家今天是来报仇的。第一次献给 Ella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现在有点在放空的状态，因为这时间太早了。Ella 也从来没有放过身边任何一个人，所以应该大家今天也都不会放过他。我们之前有开一个那个 APP 聊天室，对，就是说要如何闹洞房。要不要讲一两个？大概是都不堪入耳，所以你们重头戏男女主角一出现，全场惊呼。Ella 更是一开口就落泪，热情的亲吻老公五次，爽恩爱。先前喊中午起不来的二姐江慧，也在最后一刻压轴现身。有一点点太感动，很开心。你帮我们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，开心吗？我还蛮期待的。你们很情色哎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二姐，早睡早起的二姐，准时赶到。基本上艺人其实真的都是比较晚睡啊，那尤其是我真的是标准的夜猫子。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今天是一定要来，就算没有睡觉还是要来。凤凰视频台北报道。